他会太过于去把时间放到他的工作，常常我会觉得我自己很累。我心里很清楚，就是艾琳为这个家付出很多，然后我觉得蛮愧疚。我的个性是不大爱去起冲突，他就是突然间会冷战，翻脸跟翻书一样。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好好看看我。